入嚟遊行啊？第一次嚟，第一次嚟，係。喂，今日會過嚟遊行咧？即係689咧，嗰個先就係嚴重咧，係嚴重係唔得啦。人大八三一決定咧，亦都係咧一個小圈子嘅選舉，係一個咧有小圈子嘅普選，係絕對唔可以原諒嘅。所以咧，同埋咧，銅鑼灣書店四人失蹤咧，公安咧係冇通報香港嘅。咁但係咧，梁振英咧完全當呢事冇嘢，同埋咧牛頭哥呢個嘅迷你倉嘅大火啦，咁梁振英就應該取消個星期禮啊，同埋一個酒會，但佢冇做到啦。咁你讀咩學校啊？邊個學校？馬鞍山聖若瑟小學。哦，咁今日天氣好熱喎，你係第一次嚟啊？係第一次嚟。點解？係因為要送梁振英落台係嘛？你覺得佢應唔應該落台咧？神早要落台啦！你今日點？我同你有咩關係咧？你一個學生。嗱，因為咧，梁振英咧，佢而家搞佢家咧，佢整嗰啲咁垃圾嘅選舉咧。雖然佢喺2017年咧三月落台，咁但係佢嘅施政咁不滿，成日都趕佢落台先啱噶嘛。嗯，咁我同你嚟啊？冇，自己一個。自己有啊，冇用。即係佢哋自己都唔識政治咩嚟嘅，我識少少啦。咁但係咁梁振英就一個啦，完全咧係唔得掂嘅一個人，同阿吳克同阿吳克建一擔擔嘅又係。哦，所以同你都有關係啊。咁但係咧，梁振英咧一個人咧，依個係點咧？搞成個香港立立亂。一上台仲衰過曾蔭權，曾蔭權貪污啊嘛，都冇其他嘢啦，施政冇咩問題。但係梁振英咧，佢依啲咧，好似佔領運動咁樣，我係支持嘅。政治問題因政治解決，而唔係揾啲警察解決噶嘛。啲警察咧就發曬猛疹啊！佔領點解你咁叻嘅？琴日周時睇電視啊？係啊！哇，好叻嘅喎。OK， 好，唔該曬你，唔該。